荷兰猪生产是有风险的。荷兰猪宝宝一出生就长好了毛发和牙齿，在妈妈腹中时的生长完成度比较高，甚至于生下来后就可以行走，2到3天就可以吃一些比较嫩的草。这种情况就导致了生育对猪妈妈来说有着较高的要求，所以荷兰猪在3个月之前或1岁之后受孕生育都非常容易难产，年龄太大或太小都会增加难产的风险。3个月以下的猪猪属于早孕，自身还未发育完全，没有办法承受对宝宝的养育。而超过1岁的猪猪，骨盆已经闭合，一旦遇到胎儿过大、母体太过肥胖或子宫无力这类问题，难产的几率是非常大的。所以我们并不提倡让荷兰猪繁殖，但是如果荷兰猪怀孕了，我们也应该适当给猪妈妈加餐补充营养。关注我们，每日更新小宠一集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